带奶奶来美国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今天要带奶奶进城，我们去中国超市。一大早奶奶就开始找事情做了。奶奶今天衣服好看。Baby looks so beautiful. Thank you. So pretty. Thank you, my. 开心爸也很帅，有没有？I can dress that casual when you dress like that. 我这个穿的也很随意啊，有没有 ？Yes, Mimi. 我们去吃，我们去吃好吃的。龙人。把这衣服一会儿买东西要的袋子装的。What's this? 奶奶准备走了，奶奶。嗯。大家都说让我给奶奶写张纸条，就写我不会写英文，如果你看到这张卡片请给我的孙女打电话。这个就是很多粉丝教我的办法，放包里，这样奶奶就不怕走丢了，不会担心了。今天的天气很合适啊。晚点回来洗车吧。Thank you. 到喽，开开心心，我们要等 30 minutes. 你们在这里玩，妈咪到外面去跟太太坐在一起，好不好？就在外面，好不好？去找太太了。奶奶看看吃什么菜。妈咪，星星你要吃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一个？你很会吃。好学问。哦，草莓鸡。哎呦！爸爸，你要干什么？炸米。好吃吗？大家星星喜欢吃的那种，够得到的奶奶，有饭吃，星星就开心了。我们点了六个菜，这么多些菜，还有一只烤鸭，有点多。奶奶吃得惯吗？好吃吗？比家里的菜还好吃啊！烤鸭上了，我也吃饱了。看看你的鸭子。来，金爸爸，先给你吃，你辛苦啦。I give me too much meat。所以你吃不完啦。我点太多了，我们这个肯定要打包。我们打包回去的，够，今天肯定是够吃了。好了，去中国超市。啊，吃饱了就犯困。啊，礼拜天就是这样，找不到停车位。把这个拿去，你买塑料袋要钱的。奶奶，我们要买月饼，这盒美心的65。这什么？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All I know is I remember this style and it tastes good.你要你买吧，是什么猪啊狗啊猪猪啊，买爸爸要买，爸爸要买一个猪，看看都还好，吃饱了过来买东西的，看看要不然看到什么都要拿。给奶奶买个麻花，在家没事可以吃。我要买糙米。海参大，奶奶哪个鱼啊？这个啊，拿两条，是这个鱼对吧？鲳鱼，啊，青花蟹7.99一磅，哎，还有这个罗尔3.99一磅。你们先去买吧，我在这里等着拿鱼。买了4条鱼，27.多，下饭菜，奶奶找很久了，多拿2罐，啊，再拿一盒乌江榨菜吧，啊。我要吃这个。Yeah. 零食。有这种袋装的榨菜最好了。想萝卜干了，想吃我们常州萝卜干了。芝麻油。
我们出去玩，奶奶吃不惯外面的东西的话，就可以吃带一袋泡面。哎呦，买那么多啊！你怎么突然想吃鲍鱼的？你自己选吧。不会烧啊，拿大的，拿大的吧，拿大的。生抽啊，这个。我的生抽怎么可能买错呢？那么简单的字，自己不认识中文，跟我说我买错。No more， 够了 ，No more。开心吧，你带开开心心去买吃火锅的东西，我带奶奶去买蔬菜啊。葱油饼可以买两袋早饭吃，小蛋糕。买一盒蘑菇，杏鲍菇，拿一盒紫薯。这里一盘菜是真正我们中国人爱吃的蔬菜。那个是空心菜吗？好的，拿一包呀。这是地瓜，地瓜什么？地瓜叶。哎呀呀呀呀！你不能让太太把你抱起来呀！拿这个吧，这个大枣爸爸喜欢吃，这个枣也便宜，1.29块一磅。好久没有吃木瓜了，买一个小一点的吧。小苹果，这个一口一个的苹果，要放不下了。这个回去还要自己开。好了，走了走了，装满了，买不了了，走了，结账了。满满的一箱一车，都不知道买什么了。这个很多人说很好吃，可是我没吃过，买一个尝一下。爸爸又不知道去哪里了。爸爸，帮你等一下。又去买，又去买，慢一点拿，慢一点拿。开心吧。这个是真有点夸张，这么一车，大家猜猜多少钱？400多，你们猜对了吗？470几。苹果。包装。It seems like there's a lot of Chinese recognize us when we go to any Asian place. As long as with this two. No, yeah. 太容易被认出来了。How much is the 老林？你猜。66，挺贵的，不过没关系，你和星星都喜欢吃。You know what to make me happy right now? What? Ice cream. 到喽。奶奶呢？是不是要把洋葱种起来啊？真的种洋葱，开心吧？我们要把这个弄掉。take down。还记得我想吃冰淇淋。Thank you。等一下，你干什么？开心吧 ？Play with kids。跟小孩子去骑车吗？开开心心，快开车！宝宝是谁？你是不是花我在我睡午觉的时间把他们都整理好了 ？So this is all hot pasta, right? Noodles, okay. Tofu skin, 火锅底料还有干料、汤料，开心爸爸。This is all dry stuff. 星星 take a whole scoop.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给大家聊会天，播1个小时的直播。